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Same as you, you only provided for 1 month. No, 2 months. Wait, what's your YouTube channel?
I don't want to say. And after that, they're fine. You're beautiful. So you better say. Exactly. It doesn't make sense. You're asking me again to. I'm curious. To send you my extended. What is all that? We have a plan this evening now. This evening? It's crazy. Today? Watch your video. We're gonna watch the video. No.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Let's hear you. Can you eat the camera? No, I don't. You go play.然后呢，因为我习惯煮螺蛳粉，就是先把粉煮熟以后用凉水浸泡，如果有条件的话会放冰箱冻，稍微冻一下，然后切西红柿，西红柿热水下锅，然后加上一些火锅底料，然后加上老干妈，对，然后会炸一炸。然后我发现就是这边的西红柿就是那个就是它，我感觉没有国内西红柿好吃。我觉得它不那么甜，有一点干干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会把它切得更加碎一点。然后我这次买螺蛳粉，它那个粉，因为我看它这个便宜嘛，我们之前没有吃过，一般会吃螺霸王还有宝宽螺。然后它这个粉呢是那种黄色，它不是那种透明的。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粉有一点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煮的时间过久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螺霸王和五花螺更符合我口味一点，而且它这个虽然我加了火锅底料，还有那个老干妈，顺便说一下，强烈推荐鸡油味的老干妈。但是原来我在澳洲买的那个老干妈，它里面是有鸡块的，然后在欧洲这边老干妈基本上都没有鸡块，然后但是也不是很辣，所以我不是很推荐这个螺蛳粉什么美之类。然后我今天。就是这边打鸡蛋的时候吧，蛋壳也不小心弄下去了。然后我每次吃粉，我就特别喜欢加豆芽，因为我觉得豆芽就是跟什么东西都很配啊。也可能是因为我作为湖北人，小时候早上吃面条的时候，比如豆腐面什么，它都会给你加豆芽。我觉得豆芽真的是非常好吃，就是一定要配在粉啊面里面。然后我的就是室友就有两个室友，然后看到我在录视频，他们在问我是在拍 vlog 吗，然后问我有账号吗，在 YouTube 上。我其实特别怕告诉他们，因为我 YouTube 上账号只有三个粉丝。然后呢他就一直问我，然后后来还过来在我旁边，就是他说还没有搜到我，就问我名字怎么打的。然后他们说今天晚上要去看我的视频，我非常就很脸红，因为确实做的不太好，但是又很高兴，然后就真的很真诚。我觉得就是跟外国朋友在一起，就是就是让我养成了一个就是好的一个引导，就是他们说什么就不是场面话，而是真的会做。比如说他问我的那个 YouTube 的账号，然后他就真的过来去加我，然后关注我这样。然后如果他们说就是一起约吃饭啊或者出去玩，是真的就是会过几天后面是真的会过来给你敲定时间然后地方之类的。好了，我最后还放了灵魂香菜。说实话我之前在国内是完全不吃香菜，我非常受不了它那个味道。但来这边以后你知道吗，你会发现就是你在做面的时候，就是一些汤食的时候，就是尤其是粉啊面啊之类的，就你最后加点香菜，然后或者是煮火锅这件事，然后它加点辣油上去，然后加点蒜，哇哦，那个味道真的是绝了。就是有些时候哈，就是你换了环境，你现在不喜欢，可能过了一个时间空间，然后你就会喜欢上它。就是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绝对的，都是在不断变化。好了，我今天晚上就吃了螺蛳粉，然后满满大一碗，我一个人把它吃完了。最近食量特别大，不知道是不是要来什么。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周日，然后我起了个大早，6点多，然后因为我们要赶8:05的火车嘛，然后我们这次徒步的路线地方地点叫 Gotthard， actually 我这
其实我对这些路线都没有什么概念，都跟着别人一起。然后呢，它这个地方跟我上周去的不一样，上周去的是 Top of Europe， 然后格林德瓦那个什么 Minichin 吧，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好像也不对，反正就是那边，然后它海拔比较高，有雪，上面就是山峰上面有雪，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就没有那么高了，然后它这个山峰就是它本来一样的，然后你看它上面的石头就是呈绿色，不知道是风化还是怎么样，然后它会结出一些晶体，然后还有一些绿色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据说它这个爬完以后一共是五个湖什么之类的，然后它这边瑞士的湖呢都是绿色的，因为我之前没见，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反正然后它在阳光下就是波光粼粼的，而且你去爬山它的这些云就感觉跟飘在上面挂在上面一样，就像你睡觉那个窗帘你知道吗，你就感觉你睡在上面，然后那个云就是你的窗帘，就哎，触手可及，巨好看，就是这个天空啊云啊山啊就是一幅流动的画卷这样子。哇，你看这边好漂亮啊。他也给我拍上。嗨，我们现在在这边休息，然后感觉其实还是有点高的，但是它跟那个之前走那种悬崖不一样，就是感觉就是虽然很高，但是不是那么害怕，也可能我没有原来那么恐高。然后哇，减去那个登顶哥，不应该还有两个吗？现在前面去了，前面去了，前面去了。帽子哥肯定其实爬上完有点累，我感觉。它就是一会儿阴面，一会儿背面，所以它有时候有阳光，然后有时候就挺凉爽。但我穿是长褂的，嗯。感觉这种狗真的能听懂人说的话。我也不知道。你看它这个云像直接贴在那个就那个山上面，然后它那个山感觉风化了，然后它那个颜色都是绿的。你这儿呢是我们已经到达了就是它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从就另一个方向走另一条路下山了，然后这是最高的地方，就其实它确实也不是很高，然后我就是我们轮流上去拍照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就在这儿就是扭扭捏捏摆了一些 pose。然后我觉得就是还，哎，我真的很，就是你知道，就是每次去徒步之类的，就是又要防晒又要防风，然后就是还要带各种就是装备之类，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去得体的拍那种就是看起来非常 fancy 或者是怎么很好看的一些照片，然后好像都是那种，哎，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这种土拉吧唧的，然后风景照。但换句话说，确实就是没有谁比自然好看。我觉得在这些风景、这些云啊、这些天空啊、这些山面前，确实我就也就这样，然后非常就很开心，就是每次就是看到这种景色，不管怎么样，就让人心情很愉悦。The Saturday, it's Saturday, yeah, Saturday evening, no? Yeah, we did. You? Yeah. Ah? Yeah. I was here. Oh, yeah. Yeah.
have a party? Yeah. Yeah. But I live with Andy. Oh, so. Because I was not in the good situation. I was feeling not good at that time. How was that? I think it's good because I meet some new people here. But I'm not good at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So I also leave early, like 10. Yeah. What? Yours is different. Different? Yeah. What is different? Different means? No,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not taking arts. Ah, yeah. Yes, because most of my classmates are German speaking. Okay. You have to meet another Chinese?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周一，非常疲惫的周一，因为，那个爬山就真的很累，然后导致我就是头也有点疼，就是然后今天给自己做一个西红柿胡萝卜，就素菜炒，素菜炒那个。乌冬面，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疯狂爱吃乌冬面，就它那个面面的口感。然后我会先用西红柿做辅料，然后和那个胡萝卜一起，就他们的那个既不会特别甜，也不会苦或者是酸，就他们味道会综合。然后会加点那个火锅底料，然后浮上蚝油、老抽，然后辣椒粉。孜然，还有一些就是那个什么迷迭香之类的东西，然后加进去，然后炒一炒，对，还会加上豆芽。我最后还加了一些海鲜，就是鱿鱼啊、虾，还有那个包菜进去，还加了一罐玉米，然后最后淋上那个麻油，然后你会看到，哇哦，感觉你看香味扑鼻而来。